特别新闻报道，天文台啱啱改挂十号风球，系56年嚟第一次连续两年挂十号风球噶。现时山竹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约160公里，我而家身处喺海旁，各位睇到现场非常之大风噶。如果身后边啲船咧涌紧上岸，眼前有位先生一路行一路笠住个垃圾桶。哇！你冇嘢嘛？而对面街咧有另一位途人，差啲俾风吹走啊！捉实啦！上边栋商业大厦啲玻璃爆晒啊！哇！啲玻璃碎仍然吹紧埋嚟啊！哇！啲树都顶唔顺啊！冧啦！喂！十号风球啊！你仲翻工？